口开就咱配饭啊，多吃来招一个人过来，三百块，伊较无俗啦，所以你要吃的来先招一个要来三百块，杏鲍菇猪脚，这个真的是名菜呢，来三百块来，有人要吃无？杏鲍菇猪脚，真的好吃哦。我没了钱哦，你买啊，来七包哥请你来三百块来，这个就是七包哥猪脚，这就是咖喱猪肉，一包一百不可能买得到的，这就是七包哥猪脚，九千两个都吃过了，来三八，好，给我两个都吃过，这个东西我一餐都两包。这个杏鲍菇猪脚我一餐两包，然后这个我一餐也两包，一餐也两包，两个我一餐都两包了。你去看麦，这无属你家己卤的，真的。你去，你留两包来吃看麦啦，我袂改变。这三百块买三包就买袂到啦，我拼命买啊。这两个送一包，我阿妈甲我捧场五包哩。我呀，五包卖五包都收缩，来三百块来，今日杏鲍菇猪脚。来三百块，哦，阿虎啊，今日动力加比哦，嗯，对哦，你是我的粉丝啊，什么？你我是他的粉丝，你是的粉丝对吧？来两个，哎，五包卖五百，不买卖三百，阿妈感谢你的捧场，两个啦，今天啊，还五包五百买不啊？真的不用冰，你相信我，真的是常温包，你要加得水加热，打开配方。阿妈，谢谢。你那比中指啊？没个没啊，上场玩。给了包。我说你那比中指。一千块买不啊？来三百块嘞。来杏鲍酥猪脚，真的很好吃，这我们自己都喜欢吃的。来三百块，最好春江也不啊？真的没有了，不可能那么便宜卖你了哈、喔！赶快来，最后三位了。证明你好。三百块来。我袂你遐俗，我讲你若爱食地卡，你一顿个掏三包来吃。这个不用冰。真正好吃的。来三百块的杏鲍菇猪脚，都有三包配料，我存只了哦、喔，有啊嘛，啊你要收来哦、喔、吼，来三百拢完吼，要收来，这无可能搁啊小白领啊，免个蛋啊，来看个药哦，真的好吃，隔水加热就好了，它已经熟了啦，而且底卡空安软，来最好减三百块不啊，杏鲍菇猪脚，都拿到了吗？都有了吼、喔，真的好吃，我不骗你，拢完吼，来啊你买三斤，跟我讲干杯吼。阿伯，今仔无买到，搁话者，有伫遮来。啊，你移动啦？移动我买伊啊，搁移动。约啦。来，有要食干贝来，贝较紧的哈。今仔去买，让你买一千八百，拢给我啦。就一刀了了的，好不好？时间也无差哈，来，你看伊啊，五个人给鸟，五个客人而已，动作快。两客啊，爱卖你七百呀！两客啊，卖你六啊五算少啊！朋友啊，卖你六百，你买袂着啊！来，我卖你一客啊，几多？买六百，买五百，买吃干贝，干贝用煎的、用煮的、用炒的都可以。买五百、四百，来三百块招姐妹了。干贝三百块来，我系讲五个人客尔，都听无？头家无滴的，你买一客啊三百，一客啊搁请。来三百了，两客啊拢互你来三百块来，买干贝三百块。在那煮的喝家，怎么煮都好吃。来三百块，最后三位喽，没有喽。人干杯三百块了，来，最后两位了，没买到，较紧嘞，后边无啊，剩这两分尔。就一克啊三百，不是啦，卖你一克啊，搁送你一克啊三百块。最后两位，人干杯都拿到了没有啊？统统有来啊，来三百块来。有人要加几百无？啊，差不多有人点加几百呢。哦，看你啊，全加几百起来哇。来鱼皮要吃，要开五百四百。鱼皮一斤就八百块啦，你有要吃开三百，两包你来，三百块来，没三百来两百块了，两包拢给对住来，不用三百了，两百就好了。来鱼皮两百块，个人要吃鱼皮，无吃啊，这里煮韭菜汤煮还三百，来两百块来三百鱼皮，个人要吃鱼皮无？不是一包两百哦，是两包给你哦，来两百块鱼皮，我拿到了没有？鱼皮两百块。煮鱼皮汤，煮鱼皮饭，拢总好吃。来两百块，拢总买两鱼皮，来谢谢。等两包当多点不要紧。来鱼刀最后搁卖一百，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两个人给你。无啊，无鱼刀啊。后礼拜唔知有无？后礼拜无闲就无去载啊。来三百块，来真侪个哦，来三百都。无饲啊，无饲啊，来三百块一人摕三条，来四条你好啊。来，恁两个买买落来，这五条拢给你，来三百块，没有鱼刺了，没有鱼肚了。来三百块，两个人给你，三百一刀，无起的鱼刀，三百块，安尼拢装备了吼。来，谢谢。哦，收来啊。啊，叫美金的吼，叫我发。来，肉质啊，纯只无来哦，啥物件啊 ？OK， 来，妹妹来，肉质啊，上面真的来两百块完。
有人要千八七啊？无，太好啦，等于你免台啊。来两百块啦。大姐，你还有一样的，好，很厉害的，没买到。来十八哦，你。来两百块啦。真的还一样很厉害的。这样你无买着吼，我才你今日来吃遐好。真正的啦。是要分者，我跳是大钢管，你看啦。应该搞放袂来。你有搞错无？你去等伊买嘞，你去看等伊啦，我去等伊。来买一下，上面这里来开好。我来讲，这两三四个人去，这十八卖两百，足少啊，听不？四个人去呢，钱又蛮紧嘞，不买卖两百，开好啊，等伊退兵打针，一百块啊，都一百块。开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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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钱较紧嘞，开钱较紧嘞，无无就无啊，来一百块来。四个客人而已，最后两位肉鱼啊，一百块，我无咧卖肉鱼啊，卖一百块啦，黑银个起来我，来一百块来，我虾子好，来一百块，最后两位了，哎呦，我肉鱼啊卖一百块，搁卖不完哦，来过来来，十尾啦，卖你两百都算少啊，太好啊，等于退兵打针一百块，最后一个人给无啊，没有肉鱼啊了，各位，大会报告，哎，没有肉鱼啊了，好，谢谢，来麻油鸡来啊，黑银来，一支啦，比你家己煮的较好吃。麻油鸡汤，伊个鸡肉足济块哦，一包五百克，而且伊个鸡肉起骨啦。我讲你看，这人是包装一个包装，抓起啊，另外靠一块卖百三嘞。我两块就伊啊那个，但是这熊熊再来，我无肯安尼卖。再来吼，我敢讲呛面的，我会了钱袂，我嘛见你个了了，因为到一月初五，一月初五之前你要做完，哦，唔要拍算。真正好吃，你啊南米线咧，变麻油鸡米线有够好吃。歹势，听好，六个人去尔，两包一公斤，迄肉吼，两包三个食袂完，两包你偷咧煮三个食袂完，一人买两包，互你去吃，后礼拜无啊，有要吃买三百两百，来一百块来。六个客人而已，讲啊钱，他卖一百块呢。两份。真的好吃啊！最后两位了，最后一位了，麻油鸡汤，准备了。最后一个人呢，无啊，麻油鸡汤来帅哥们，真的好吃啊！它的麻油鸡味道超重的。老公，你有麻油鸡啊？超好吃的，你有姜母鸭不？来，走啊，老板。有没有啊？我没了。啊哟！我卖完了，你刚才在睡觉呀？啊，有没有？你要不？你那卖了够啊？剩你客我银行要煮的。来，黑银买五百、四百、来三百块呢？三百块谁要吃虾仁的动作快啊？从这块银行无啊？啊，你三个买买呢？明天见啊，三位小姐，明天见。明天要来哦。明天还有来啊？要来啊！来啦来啦！哦，这啥？做高追？好啦好啦。好啦，啊，恁的团名叫啥？我的团名叫闪耀。闪耀三姐妹，哎，干得好！我这名上来喝呀。拜拜哦。拜拜，明天见啊。来，黑银三百，几个要吃黑银？来，三百好多姐妹吃呢，哎，这几房黑银呢？来三两杯，我三包没你咁平怎么恢复正常了？两包六百，三包九百，没你你袂较讲八百，其他五七百拢我哩，三包拢我哩，我无买一半呢，啊卖甲边讲，卖甲边讲，我是别买袂完啊，你食袂，点袂落就卖啊。来三百块，最后两位都有了吼，来好谢谢，九杯啊，无你袂甲三杯啊。来阿姐上，来最后一盘够阿姐。无啊要，来一克啊一百块够，两克啊你，免三百来两百块啊都，我讲两个人加买会到呢，一克啊搁送你，赶快两百都，来两百块来，来掏钱两个好刷无啊？来，我成交哦。阿姨不要，来借两百块。阿姨五，阿姨五，阿姨五，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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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。来，这我叫你买几箱啊？这个几箱买买好不好？做过去啊，你等于门口摆一边。一包一样哦，这个是锅贴煎饺，超好吃的，一人一包就好了。来两百块来，老板娘，冷爆过来，一点四公斤哦，这一包真的很有料哦，重量包啊，煎饺锅贴哦。头家无跌呐，无跌我打折呗，你那话两百已经是打八折啊，两百已经是打八折了。来，一人一包两包随便你买，超好吃的，用煎的气炸锅。来，免你阿哥两百来百块的。你若买一包百五块的，我你超欢喜来增加，一包爱卖两百啦，我卖你百五的啦，真正好吃。我准备存啦，准备存啦。来一百五就好了。不然人家买就买两份啦，四包啦。这无遐俗的打哦。四包啦，四包啦。两包跟两包啦。
他刚才应该叫伊阿肥箱啊，你是？来百货来，紧嘞！来煎饺包天，你们有没吧？煎饺当加装备吧。好了哈，来我物件有济无？胃无介意，看甲你介意。来百货拢装备了哈，拢感谢后壁个小姐搞好关系，我袂晓卖啊。来，月亮花吃虾饼来，200块得。来200块。来要吃月亮花吃虾饼嘛？这两包鱼也是啊，内底一袋尔，但是足大袋，哎，就阿你哦，三袋哦，你三百面来200块招一下，要无？200块。无下我春节俩，700块送，来200块来，这样给400等于千，来200块来，最后一个人给，花枝月亮虾饼，来200块来，旁边小姐要来，来给来，来200块，够人无面了无？花枝月亮虾饼来200块来，够无？对。阿里。来200块好，我看到了，来200块。来，今天来最后一位喽，最后一位喽，哈，来200块俩，来小姐你看，来最后一个客人来200块，无啦无啦无啦，纯酒一点，来200块，包括你来200块拢装备俩哈，花枝月亮虾米，拢拢有了，哎，恁唔捌食过个酒，我嘛做袂第二摆啊，这人买200等于七只200。好抓不起价，还是全家俩好，你全家来4:30了，广告一下哦。小家庭的，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的，看一下左上角这边哦。左上角这边有新打港的官网，有看到？新打港的官网。里面有附一张单价，这六个字哦，这六个字，来七八，这六个字，你在 Google 上面打这六个字。Google 上面打这六个字，跟着 Google 地图走，跟着 Google 地图走就可以到现场了。我们有定位哈，我们有做 Google 定位。我们有做 Google 定位。OK。来这麦克套啊，等下拜好，等一下五烧拜好，等下点五烧爱得。来一只猫400，两只面800，两只700，600了，小小啊面。加起价啦，两只600你买袂啊啦。你礼拜不是灌肠哦？有想要吃人参鸡的人？我来讲，我变好哩，真的啦，鸡肉现在不可能那么便宜啦，两只哩做一面600，唔免打折好不好？500块够了，特价，其他看有无？哇，599袂晓食，啊无，九块我吸收我够了，啥物食鸡肉的啦？两只我够我变我五了，两只做一面，真正好食，来500块，来500块，一个人抓两只给你，来500。靠腰这了钱了，我那边没瑞啊，你一只包几？300嘞，不然你阿哥呢？来250啦，人参鸡来，啊，别阿买啊，别阿买个黑的啦，哎呀，真鸡阿贵着，哎，这大牌子呢，牛奶锅呢，动作十牌啊，好来，下面面我来，挪威进一遍，来春华姐。无啊，我着个饼完有够无？虽然无大块，但是大家拢足够。哦，每一片都超好的。来，不用买500，不用买400了。来，你要吃300块完。来，我先招一个等级来，一袋85块，两袋170啦。后家无滴个啊，我决定要了后日啦，3袋4袋后日啦。阿妈，拜拜啊，明天见哈。啊，穿好小好鞋，下面啊穿暖一点啊。来，300块，一个客人等于多少？没有啊，你吃咩？够有吃无？大，来这两条我请你，免500，来300块一个面，挪威的煎鱼片，超好吃的，是我演的，来300块，来起来，八面也照啊，我输你个上一局，来300，九片给你，来300块来，我白花，300块6袋的面不，这不是6袋7袋8袋，这9袋给你啊，来300块个人要煎无，来300块挪威煎鱼片，这两个上你，煎煎鱼片不可能遐小白领好无，免看啊。没有那么便宜的挪威煎鱼片啊，超好吃的，还是博远的哦，真正的哦，你也根本不够咸，你看350都其实拢有够啊啦，来300块来，紧嘞，都三无买的来挪威煎鱼片，来5袋来6袋来，这2袋搁请你来300块，这袋我输你搁送你来300，最后搁买一个来300块挪威煎鱼片，还没有买的举手，哎，不乖哦，还没有买都不举手，好来，我今天跟你来，好，阿哥要吃啥？干杯，刷卡妹妹哈，系啊，哦系啊，来，要吃海贝，来4个客人，刚才买300来，我现在不要卖300了，谢谢人给你，
足甜足好食，虾啊搁大只，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赶快四个客人分，来200块来，200块，来吃虾啊两包啊，今日四位客人可以哦，来妹妹也要来，赶快，来200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一个都，规盘拢要互恁哦，四个人加分哦，要倒一道，来200块来。最后一个还没有买虾子的，来200块，够有了哈，来四个客人分一分的。来，我搞谁的分的？来干贝酥来。三个。来，要吃干贝酥，不免300、500，不用找，大家人给你。不用找，不用找。干贝酥成安尼啦，而且这个收好的啦，我证明哈，一个12条玻璃，这人4条就600啊，12条给你买，不免200、200，干贝酥真真正正700块，100块完了，100块。干贝酥，即恁板凳，恁遐红车拢捌食着啊？哇，100块12粒，无人买，还问13无？14粒、15粒、16、17、18，招一个人加买20粒互你来，100块干贝酥，买100块，有没有要吃干贝酥？100块来，20粒卖100块还不会买啊？这好食干贝酥，这唔是歹食干贝酥呢？来100块，哎呀，你们去遐食呢？冰冰无食，爱蒸粿较好食。来100块来，小姐要来，赶快100块。赶快把钱给我！那超过三个买，加2粒，22粒无哩。那超过5个买，加5粒。在。哇，你真正！哇，你逗屁屁啊！你们。四个俩，哎，所以加2粒俩，哎，搁一个买靠，加5粒。100块，搁有人无买着无？来，500的。哦，阿姐啊，你有义气。5个。因为着伊3粒安尼救一死，来一个25粒互伊食来，100块，搁会当收一个尔，搁会当收一个尔，吼，25块搁会当收足济。来五个，来五个客人，干杯！稍等一下，因为我手袂当直接拍你，哦，因为手淡淡，啊，迄有过分啊，我唔好直接拍人。来，算你500块，两个人加买买咧，无肚冻的，无肚空的算你哦。有人要食无？铁板水，无多空的足水，虽然伊无高啦，薄薄啊尔，但是都好食，拢无多空。你无多空，伊外口买无遐俗的啦。来，唔免1000，唔免800，500块来。卖啊，这卖，等我一下，我先发。来500块来，三个人加买都。想要吃蒜鱼的？虾子。唔免500，唔免400，来300块来。300块鳕鱼，300块纯金盘，好吧？来300，那有人要吃蒜鱼，搁问一摆来，老大妹来300块，搁袂坐倒，两个人加等钱倒，来300块来。哎，后边遐迄个袂。有，来一个。真的。最后搁袂坐嘞，300块，挂好哦。来300咯。来一个我。来，恁两个人加买买倒。大哥也好。好，安尼无啊？拢互恁两个人加吃欢。好。歹势哈。啊，过来做下哈！哦，啊，但伊这无多康无唔对，啊，可以较保守一点，啊，做分来整。来，董事长你的。来，喜婆来，哎呦，你讲话够好听。哦，我刚才。董事长啊，你来啊！来，有要吃喜婆来200块。被发现了。有拖头啊，无你看，咱是董事长。被发现了。来，大哥谢谢。来200块，大姐，大哥要吃鱼皮吗？董事长，你的。一包卖108啦，我卖你200，看你鱼质袂好个。董事长，要不要再开一瓶酒？来，这样开200来。200块，拭目一笔，这无钱哦。等下你还用煮300鱼皮汤，300鱼皮卖。来200块都做好吃，啊，有挂珍珠都好吃。来200块，拢装买了鱼皮阿妹，有啊，拢装买了哈。来，谢谢。来喝阿哥要吃普沙曼来，两个客人买得到而已，来1000块给我，一只的300几块，关键特 A 级的，看好。大哥，我们普沙曼特 A 级的很好吃，可是很贵。来1000块来。出来。三家的千一兰，来1000块来。来，谁要普沙曼？我只卖2位而已。没有了，张。来，哦，1000块就好了。两个客人买得到而已，没有了啦，我不上班，堂哥撩你啦。最后一个来，请得1000块来，我教你。真的最后一位了，上班真的，来，不可能买得到，1000块来，这真的不可能买得到。五三万，最后一位了，你袂当我讲阿婆啊。来好，阿哥要吃啥物？南吧。来两只啊，我来两只啊，来甲变变。来带出来就给他卖一下哦。要收今仔日几粒两只啊？什么物件啊？我看一下。
半箱。什么叫做半？半几分啊？要半箱。半箱一百克啊？啥物半箱？一箱两百克啊？半箱一百克啊？来，有要产卵子啊？来，无大只，但是乌金公的卵子都好食，但是无俗，一只拢爱百一百二那边。那要食卵子的，要一千开八百的，来五百块啊？五百块了，卵子啊？就这边嘛，卵子。五百万了。我问一下，不是这只给你啦，我问一下啊，你有想要吃软质的牙签？牙签我知影一个，我一个两个尔，来五百块，来先招一个等钱啦，无大尾啊，但是软质真正足甜足好食，来招一个人给等钱来五百块，来五百，这是比小瓜较好食呢，但是是较贵小瓜呢，我袂恁欢喜来。这四只五百，你买无？来五百块，先招一个来软质啊，五百块。今仔竟然无半个捌软质啊，了了的，来五百块。来招一个等钱，来五百块软质啊。来五百。今仔软质来才做客的哦。五只五百，搁袂晓买啊？阿只。来五百块，这不是飞机呢，这是软质呢。来五百，来招头，哎，靠呀，一只卵子剩几十块啊，你搁咧看？这两三三个人加等钱，来五百块啊嘞，妹妹你阿吗？也是啊。这卵子啊，你不管是餐厅、海产大咧吃，拢贵三三啦，无可能较俗啊。两个三个啊。五百块。好，吃完了。感谢恁三位。这只刷了了，也了好。无啊，啊恁三个要倒。随便你煮啦，你要水洒洒，你要烫烫的，你要烘，你要炒，顾在你，安怎煮都好吃，两只啊，怎么煮都好。好，好，好啊。